唐美云歌仔戏团推出了年度新作，邀请京剧国光剧团的当家老生唐文华再次跨界合作，说三国史，带您一起去看看。我老弟是你雄厚的孙敬，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亲手开创三分天下局势。歌仔戏演员唐美云和京剧老生唐文华两位当代名角共同诠释三国故事中的重要场景，印象中的诸葛亮的形象以外，因为剧本重新编写的关系，所以呢重新赋予孔明他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生命的历练，还有呈现出来的方式，这个是跟我们以前演传统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唐美云歌仔戏团带来年度新作，并邀请国光剧团的当家老生唐文华，继去年合作后第二次挑战台语歌仔戏。服装不同，扮相不同，染口不同，道具不同，然后对手不同，然后那个跪靠啊完全不一样，吃螺丝啊，或者是忘了那个一些小地方，唐老师都会很客气的提醒我，但是眼睛很有穿透力。歌仔戏和京剧在唱腔和身段等各种技巧都不相同，该如何拿捏并精准呈现角色情感，难度很高。而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以少见的正二代视角切入。今天就很想帮这个阿朵翻个案啊，三国时期在位最久的一个君王，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他还独撑了29年。作品《卧龙》永远的比日，跳脱三国故事常见的战争武打、英雄歌颂模式，描绘诸葛亮、诸葛瞻这对父子的难解情感，并重现刘备、诸葛亮的君臣之情，用创意和巧思为传统戏曲呈现，创造更多可能。记者曹彦俊、郭俊霖台北报道。